原警拿着一小包假链袋找上店家，因为男子说车上的粉末是炸鸡店业者提供的。这好像粉吗？对啊，对啊，木瓜。大家好，这好像粉上少哦。不断挤眉弄眼，想请业者帮帮忙，但店家一脸懵，因为颜色一看就不是辣椒粉，而男子说是胡椒粉，但老板娘直接把胡椒粉拿给警方做比对。这个颜色不一样啊，这是辣粉啊，所以你有胡椒粉，单纯的胡椒粉。还想找店家帮忙掩护，想得美。夸张事件发生在台南永康，20号下午，这名阳性男子被发现违停在炸鸡店前面的慢车道上。原警准备要开单时，发现他车上有不明粉末，没想到驾驶竟然说这夹链袋的粉末是炸鸡店提供的胡椒粉，差点拉店家做垫背，结果直接啪啪打脸。好嘞。路旁小吃店的老板来帮忙背书哦，那当然遭到这个老板的否认，说根本不认识这个人，那些犯贱无可抵赖，他才坦诚持有毒品。毒品就是毒品，还扯东扯西，不管是颜色还是颗粒大小完全不一样，当场被抓包。而警方进一步检验发现，男子除了携带毒品之外，尿液也有毒品反应，将他依毒品罪法办。TVBS 新闻顾守昌台南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